他是王正辉财神爷的机身，此刻他的头部正不停地甩动，表示财神爷准备上身。穿上财神爷特有的战袍，准备为善男信女办事。天官赐福，下罪立行，消灾解厄，可以哥哥地主信禄来处理行，求福得福，事亨吉祥。念完咒语，坐上丁椅，这是财神爷上了机身之后特有的宝座。不要看王正辉好像很轻易的就坐在上面，其实他锋利无比。侧面这样轻轻摸的，来，我来拔一支起来。其实这个丁椅就是神灵降驾以后，他证明说他的神灵有来，然后跟大家说话。来，戳戳看，这个是纸。